很自私啊，这爹挑战不用任何道具，用羊皮蒙住只羊，味道怎么样？挑战一下，去挂羊，走。老马，我的草原，你的羊，你想咋抓就咋抓，抓到你这儿，吃干呗，走。阿姨，太小了，太小了，吃不了。放心，再抓一个。哎。哎呀，今天这个羊就漂亮呀，啊，还是要交给，他就这个交给我呗，来来来。我这个一天吃的不多，干的最多。这个煮出的羊肉，我跟你说。特别好吃，把剥好的羊皮洗干净。小羊装到羊皮里面呗。哎呀，这肉看着就好吃。来，我特意给你准备了两个羊心。那腰子是给你自己留着的，看破不说破嘛。给我分一张。不给。来，给你羊头，羊头你的。现在放上烧红的石头。来，再放了一层肉。哦，这好香啊。这石头能吃吗？石头专门给你的。老马，你把那个石头用手抓起来的。抓起来呗，抓起来。开始烤了呗，开烤呗，烤，开烤。好了吗？好了，走啊。好。哇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哇，哇，热乎的。羊皮包全羊我已经做好了呗。人工蘸料交给你了，这个我行，我来。来，对吗？简简单单，全羊。来，倒上老马家的那香椿羊，倒入烫烫的菜籽油啊。哦，我这味道就出来了。来，灵魂之子，交给。开吃吧，开吃。哎，我发现这个羊头浇的挺漂亮。那必须的呗。嗯。啊，那腰子是我的呗。买一点好的全给你吃了，这羊上最好吃的。我干点活做呗，就抬了一下羊呗。兄弟们，味道怎么样？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，人间美味啊！兄弟们，简简单单吃个溜达鸡，来，倒上老板家的满口香椿盐，倒入烫烫的菜籽油啊，再来点蒜。灵魂之子啊，交给啊。
朋友们，简简单单吃个羊脖啊，来到上老妈家的门口想就烟，倒入烫烫的菜籽油啊，再来点蒜，灵魂之子啊，交给